这石壁能有什么呀？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这有诗啊，贺胜朝，继飞白将军，五十六载空落恨，去飞白将军，后秦狼烟依旧在，再不从得语。白莲长空自毁长城，赶去英雄头，剑削天下十三州，密江山王。 众爱卿为何晋升啊？崔爱卿，朕不觉得这块石头有什么问题啊。皇上，这等大逆不道之词，臣看了恨不能自剜双眼；臣听了恨不能自削双耳。崔爱卿，为何有此说？这首《贺胜朝》。 44暗藏讥讽，句句包藏祸心，大逆不道，竟有如此严重。崔爱卿，你细细与朕说来。皇上，这首词名为祭奠已认罪伏诛的熊廷弼，实为借故人抒发不臣之心，且熊廷弼枭首之时，皇上言旨不可祭拜。 作此词已是有罪，攻击皇上，不辨忠奸，自毁长城，真是大逆不道。更有甚者，竟有剑削天下，灭亡封侯之志，大奸大恶，不臣之心昭然若揭。皇上，臣以为单凭四十九字的一首词就断定有人意欲谋反，岂不草率？ 若做绝死者，非读书人，而是手提雄兵百万，劫至三府兵马的将首呢？那又如何？难道单凭短短的四十九个字，就能够翻云覆雨，祸害天下吗？梁大人，你是否知汉末张角之“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”？又可知唐末皇朝之？ 冲天香阵，统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呢？张角，皇朝，这不是叛军吗？哎，你们还等什么呀？还不把他抓起来，治他的罪啊！崔爱卿，此时你可查到提壁的人是谁？皇上，此人便是。 袁崇焕，姐姐，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妹妹说？我嫁到袁家多年，至今无有子嗣，也是心头一大憾事。我能看得出，你和相公两心相悦。 是彼此喜欢对方的。姐姐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婆婆那边已经声允了，只要灵儿妹妹愿意。姐姐，我去给你倒茶。灵儿妹妹，姐姐要是说话不中听，还请妹妹海涵。只是灵儿妹妹须知，此事不但婆母同意，姐姐也满心希望。 妹妹能够到这个家里来，不，灵儿不是那个意思，姐姐一定是误会了。灵儿若是这样，让妹妹受了委屈，那姐姐心里也难受。若能解妹妹的烦忧，姐姐宁可现在就离开宁远，一个人回东莞去。不行，姐姐不要再说了，灵儿不能。 皇上，由此看来，袁崇焕欲为辽东经略，实为意欲谋反呢。崔大人，请问你是如何得知这石壁上的字真的是袁崇焕所题的？当日高大人的密探，亲眼窥见袁崇焕将此词刻于石壁之上。老师，即使这样。
你为何还要极力保举袁崇焕，做辽东经略呢？皇上，提笔祭奠，乃臣之授意。提笔刻词，也是臣的意思。这首词，亦是臣所作，只不过口述给袁崇焕。袁崇焕。 不过是援引臣的旧作而已。臣万死。皇上，请治孙阁老之罪。请治孙阁老之罪。你们，宠臣，老师暂交三法司，梁爱卿升任大理寺少卿，定要用心审理此案。 记住，不得用刑，不得拷问。老师只是移驾，而非定罪。臣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圣明。请安。谢九千岁。今天早朝，您老人家为何要放那孙老儿一马呢？要知道。 这打蛇不死，必被其伤啊！放过，咱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他孙老儿拉下来，弄进三法司，能轻易的放过他吗？你们哪知道皇上的心思啊？当着众臣的面，擢升了孙老儿的得意门生梁廷栋。 而且还让他主审此案，这就是有心维护孙老儿。既然如此，急不得，也慢不得。既然他孙老儿进了三法司，那就再也别想出来。千岁爷爷，高大人。 在二堂求见，妈，你去告诉他，老老实实的回去吧，没他的事儿了啊。是。九千岁，那接下来怎么做？既然皇上能用得了梁廷栋，咱们。 为什么用不得呢？千岁爷爷，那袁崇焕怎么命这么大？这孙老儿也不知为什么豁出命去了。 替着袁崇焕担当如此重责，你懂什么？孙老儿现在是什么都不怕了，他自个儿心里知道。杨佐虽然倒了台，可他还在内阁里头，这大家伙还都得叫他一声孙阁老，再加上他又是皇上的老师。
大伙儿都得敬着他。嗯，即使是下了大理寺的大牢，别人也不敢动他一根毫毛。这孙老儿当真是老奸巨猾。让咱家没想到的是，为了个袁崇焕，他能下那么大的本儿，临下大狱，哭着喊着，还是让皇上记住了这个袁崇焕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儿个廷议散了以后，皇上还特为拉着我，说要给这个袁崇焕升官。哼，这千岁爷爷不撤他的官就算开恩了，还想升官，他想的倒美。哎，你懂什么？既然是杀不得也撤不得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给他升个官。这既是给袁崇焕面子，也是给咱皇上面子。千岁爷爷说的是，千岁爷爷深谋远虑，哪是小的能想得到的。哎呦，咱家怕只怕的是把咱家在辽东苦心经营的事情给搞砸了。最要命的担心的就是军饷。那千岁爷爷想怎么办？也好办，派咱们自个儿的人管着袁崇焕不就行了吗？这可辽东经略都管不了这个袁崇焕，那谁去管呢？千岁爷爷的意思不会是让皇上去吧？举刀的不如捧书的，捧书的不如给皇上磨墨洗脚的。那千岁爷爷的意思是咱们这些人只要是内臣监军，胜过咱家花20万两银子上下打点。那先给他袁崇焕升官呢，还是向皇上提？你傻呀，先办内臣监军，再给他袁崇焕升官。启禀皇上，崔成秀、顾秉谦、冯权等几位大人的折子到了。皇上，崔成秀、顾秉谦、冯权等几位大人的折子到了，请皇上过目。皇上，大臣们的折子送上来了。啊，长臣你看吧。是，看看那上面都说了什么。是。冯权大人和顾秉谦大人奏请皇上，应该对辽东封锁孙承宗入狱消息，以防孙承宗旧部心怀不满，引发辽东哗变。哎呀，朕知道了。老师要是哗变反叛，何须等到身陷囹圄啊？皇上，这孙阁老一生忠正，他绝不可能干这种事儿。长臣所言极是。可是这孙阁老现在身在高位，身不由己，有的时候也经不住这门生故吏的撺掇，所以就跟皇上产生了嫌隙，一时的做错了事情，因而这封锁消息既是维护了皇上，也保护了孙阁老啊。长臣所言有理啊。准了，还有何事啊？崔成秀大人奏请皇上恩准，恢复内臣监军旧制。什么？内臣监军？哦，回皇上，
好些个大臣都说呀，应该恢复这个成祖朝的旧制，内臣监军，就是由皇上在内宫选这个宫廷的内监，前去辽东军营监管军事，这样以防那些戍边的将军们拥兵自重。嗯，长臣看着办吧。是。皇上，老奴还有一事，不知当说不当说。但说无妨。是。皇上昨天停议之时，提起了刚刚在宁远打了胜仗的袁崇焕。他现如今只是个小小的左副都御史，应该适时的加官进职，以示皇恩浩荡啊。长臣看着办吧。大人，京东来了。恩师。怕您无聊，给您带了些书。好好好。学生无能，让您蒙受这不白之冤。京东啊，此事不关你的事。学生无地自容。唉，老夫深知你沉稳持重的秉性，我眼下虽无性命之忧，但要想出去恐怕也不容易。你现在要跟我划清界限，保持距离，那魏嫣也未必就敢动你啊。有你在外面，诸事也有个照应。恩师，学生一定会想尽方法救您出去，大不了我跟魏忠贤拼个鱼死网破。不可不可，要是那样的话，只有鱼死，没有网破。你不是魏忠贤的对手。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前线的袁崇焕，死了那么多的兵士，竟然还被别人针对，只怕心中有梗。恩师，您为了元兄不惜舍命相救，值得吗？哦，话不能这么说。看似老夫救的是袁崇焕，实则老夫救的是关宁防线。这道防线倾注了老夫半生的心血，终让其成为抗击建州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。哈，这防线关乎着我大明亿万生民的身家性命，不可以轻易废弃。可是您做了这么多，元兄却毫不知情，学生为您感到不值。哎，那就无所谓了，只要他能给我守住这道防线，老夫便知足了。哎，现在我担心的还是灵儿啊，幸好他身在辽东。你呀，马上修书一封，务必稳住他，千万不要让他回到京师来。他若是知道这件事，一定会感情用事，会不顾一切的来援救我。若是那样，他就会暴露在魏忠贤的眼皮子底下。是，学生知道了。我帮你把书摆上。好。梁兄啊，梁兄。哦，杨兄。梁兄，梁兄为何孤身一人在这街上如此落寞呀？杨兄又岂是不知，恩师孙阁老遭人陷害，身陷囹圄，我却无能为力。朝堂之上兼任构陷孙阁老，杨都我人微言轻，不能出手相助，还望梁兄勿怪。哎，杨兄，万万不可，是我自己无能，又怎敢怪罪杨兄呢？梁兄，既然事已至此，多愁无益，不如随我到个好去处，再想想别的办法，看看如何能救出孙阁老。好，梁兄请。杨兄请。
孙阁老，海内人望，乃我大明肱骨之臣，遭人陷害，可悲可叹呐。我最敬重的恩师身陷囹圄，我最牵挂的师妹远避辽东，现在满朝文武对我梁廷栋皆是避之不及，唯有杨兄不怕被我连累，还肯为家师说一句公道话。梁廷栋敬你。梁兄何必如此，俗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何愁救不出孙阁老啊。杨兄说笑了，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大理寺少卿，若是有办法，又怎会看着恩师身受这不白之冤。梁兄才高八斗，乃人中龙凤，将来大展宏图岂是难事啊。我求恩师心切，魏延的爪牙岂会不知，接踵而至的必将是弹劾陷害，若能保全性命已是侥幸，大展宏图，杨兄喝醉了吧。来来来，梁兄，梁兄，我杨度清醒得很，魏忠贤的儿孙遍及天下，有着一手遮天的神通，既然斗不过他，何不什么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孙阁老大势已去，已成定局，你何必白白屈身殉葬啊？良禽择木而栖。住口！杨兄，你也是个读书之人，可还知道廉耻二字？现在崔成秀、顾秉谦之流，和魏延沆瀣一气，祸乱朝纲。我看着恩师蒙冤入狱，我梁廷栋堂堂七尺男儿，不能扫除奸佞，已是心中有愧。怎么，你还想要我向魏延屈服不成？帝失言。梁兄高风亮节，令弟佩服之至，弟先自罚一杯，先干为敬。梁兄，我看你每日所思所想皆是为了恩师，令弟十分佩服。度倒想起一人，有可能会助你救恩师出狱。杨兄此话当真？此话当真。那请杨兄速带廷栋去见此人。梁兄客气了。梁兄请。梁兄，你看，这是早上刚押过来的犯人，被一遍遍的打，弟看着都心疼啊。杨兄，你说要带我见的那个人，到底在何处？杨兄，请。杨兄，就是这位。梁大人，显纯恭候多时了。来人呐！来人！我是大理寺少卿，是四品朝廷命官，你们快放了我！快放了我！我跟你说话呢。
崔大人，崔丞相许显纯，你们居然敢私自囚禁朝廷命官，你们好大的狗胆！许大人，梁大人这一声叫骂，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。崔大人说的是杨莲。 崔大人说的可是被下官弄死的杨莲？正是。崔大人，可知这是何物？此为何物啊？杨莲的喉骨。哦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梁大人，这九千岁爱惜人才，特意嘱咐让我等照顾好梁大人，啊，万万不能走了歪路。梁廷栋孤独10年，仰天地之浩然正气，固执君子，杀身成仁。 舍生取义，你们看错我梁廷栋了。梁大人，你也太傻了。令师孙阁老如今已经进了大理寺的监牢，九千岁在朝廷如今可是翻云为雨啊！梁大人，何必为了一个虚名？ 枉送了自己的前程啊！梁大人在孙阁老身边已待了数年，可如今呢？啊，仍然只是区区四品大理寺的少卿啊！众人皆知啊。 梁大人对孙阁老如同对自己的父亲，啊，可是孙阁老未必把梁大人当成自己的儿子。哎，我真的是替梁大人不值啊！恩师为人清廉，品格高尚。 所幸之事皆有他必行的理由。那袁崇焕呢？嗯，他袁崇焕不过就是个初出茅庐的南蛮子，且与孙阁老相识并没有多少时日，可孙阁老却对他信任有加。一次提拔还不够，这次还要提拔他做。 辽东经略，这可是执掌大明重兵的封疆大吏啊！今我梁廷栋落入你们之手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哼！自从左光斗和杨莲死后。 我也是许久没有碰到像您这样的硬骨头了，可不知道梁大人可有杨莲的本事，能经得住我几道酷刑？许显纯，我梁廷栋乃堂堂四品大理寺少卿，你若敢死舍刑堂，便是死罪。<笑> 梁大人多虑了，我不但不会伤及您的性命，而且您从这大牢里走出去后，旁人也看不出半点痕迹。不过梁大人您放心，您也是难得来我显纯这儿一趟，若不叫梁大人领教领教显纯的手段，那就是不公了。
十指连心呐、啊，梁大人。你看到这银针了没有？待一会儿，显纯会把它插进您的指甲之间。到那时候，您就会享受到万一噬骨之痛。梁大人，您刚才满口浩然正气，现在大人可敢让显纯拿着银针试一试？梁大人，你为何这般苦楚啊？刚才不是说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吗？现在感想如何呀？古人君子杀身成仁，觉如何？哎呀，这才扎了三针呐、啊！这要是继续扎下去，古之君子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。梁大人，以前我杀杨莲的时候，从第一道刑土囊压身，直到取出他的喉骨，一共经历了九道酷刑。杨大人若还是想继续做个硬骨头，我也就只能将这九道酷刑再一一加到你的身上，直到取出你的喉骨，得九千岁做骰子。我有一事不明，你们也是寒墨之族世家子弟，怎么会不知廉耻，敢于做魏延的走狗？我知道梁大人，显纯还得感谢你，要不是梁大人这般硬骨，显纯还真把这个宝贝给忘了。
其上六寸，剑突穴下半寸，鸠尾穴。若是重击此穴，梁大人可是会血滞而亡啊！神阙穴，气海穴。梁大人，感觉如何？乳根穴，此穴若是显纯没掌握好力度，梁大人可是会肝肠尽断的。愿梁大人吉人天相。我是杀不了你，但我能让你生不如死。身份切记不能让魏忠贤等人知道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梁大人，梁大人，受伤，崔某探望大人来了。崔某亲眼得见梁大人受了那么大的罪，这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啊。我担心梁大人的身体，所以来看看。怎么，梁大人不领情？你们到底还想怎么样？事情都过去了，崔某说了，我是真心来看望大人的。真是一碗美味咸汤啊。梁大人，这碗滋补汤最能调理跌打损伤了，是我特地为梁大人熬制的，大人请尝尝。怎么，梁大人担心这汤里有毒？梁大人放心，汝之才华为九千岁所赏识，亦为崔某人所仰慕。九千岁和本官疼还疼不过来呢，怎么能妄加伤害呢？梁大人，请。哎呀，看来呀，
我是高看了梁大人了，原以为梁大人有几分胆气，可现在看来也不过是畏首畏尾胆小之人，当真是辱没了孙阁老铁骨之名啊。拿来。